两只狼，擦干净。两只老虎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尾巴，一只没有耳朵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游戏是这样子哈，现在请你们帮我一起吹，一起拉。现在请我们一起唱 ，OK。这个游戏也很简单，我们先唱，我跟你们一起，我们是同一国的，他们是另一国的。我们先唱，但是我们要唱大声，不能被他们影响到。什么意思？我来示范一次哈。我先唱了一句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尾巴，一只没有耳朵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有没有敢挑战？在这种现场，慢慢敢单独跟他挑战一下，没有的，我们一起合作好不好？团结合作，有没有信心？好像没有。有没有信心？大声说出来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大声的唱出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不行，我们要向学姐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一起，我们先的话，一，我要用台语比较好，是，技能上七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尾巴，一只没有耳朵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两只老虎，两只。就是一样，不同的时间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只要专心看他们表演这一次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，我们再听他们来表演。他们会分三个哦，每人一坨人，对不对？那他们要分成三个声部来表演。好，我们这样一下时间交给他们。